这没对上，对上了。哎，今天星期一，带您吃炸鸡，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探店节目《周一吃鸡》，我是许太阳，对吧？然后现在终于又出门了。今天我们来的是马连道，带您看一看后边这家精美炸鸡，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炸鸡了。走，带您吃鸡去。其实我们两个小时之前刚刚吃完一顿爆肚，然后也是录节目嘛，现在还不太饿，就为了录炸鸡，所以要强迫自己去遛弯。遛弯的路上，随随便便买了个相机，就是它，是吧？本相机由摄影小妹独家赞助，以后努力做到美食区画质扛把子。也不知道多久了，对吧？一直都没有在车里录，现在开始还是在车里录。这些炸鸡店吧，确实都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只是一个小门脸，没地儿吃。说是今天这家，这叫精美炸鸡，在丰台这边挺有名的马连道。虽然我没吃过，但是我确实知道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就特意过来尝一尝。我们去买的时候看门口还是有人排队，确实还不错，闻着也很香，非常传统的那种老北京炸鸡的味道。虽然现在没吃啊，然后给您看看。新车比旧车好一点，就是上面是一个全景天窗嘛，光线好一些。我那个蒙迪欧只有半拉天窗，看起来暗一些。来看一看精美炸鸡的炸鸡腿，对吧？这个个儿也不小，虽然没有鱼婆的大，但确实也是不小了。哇，闻着好香，不过它这个油比较多，来尝一口吧。来吧，吃鸡就还是得美式炸鸡，鸡肉还是很嫩的，然后汁水很足，这个确实就是咬一口就知道是标准的美式炸鸡，特别地道，而且特别正宗那种，没有什么额外的味道。鸡皮很焦，然后鸡肉很嫩，但是整个吃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咸。这个啊是精美炸鸡的炸鸡翅，这就是感觉像麦当劳肯德基那种外头裹着面包屑炸的，虽然外壳看起来很酥啊很脆，然后但是闻着是美式炸鸡的那个味道。吃起来很嫩，但是面味儿比较重，就是面吸收了油脂的那个味儿，炸的没有那么酥脆。但是吧，稍微有点缺点，就是它味道不够。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是抹点什么蜂蜜芥末酱什么的吃，应该特好吃。精美炸鸡他们家是鸡翅分成了翅中和翅根，对吧？然后分开炸的，都是裹着这种面包屑炸的。炸得很酥，然后鸡肉也很嫩，汁水也很多，就是可惜就是味道稍微有点不够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再抹点什么料吃就更好吃了。这个翅中啊，它面包屑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，吃起来还是酥酥的，要比那个翅根好吃。这个翅中还真的不错。这个啊，算是精美炸鸡比较有特色的炸鸡架，而且相对来说比较贵，8块钱半个，但是卖得很火。刚才在那看的时候已经卖没了，然后我们再等了一会儿。我闻起来焦香味十足，真的就是美式炸鸡的那个味儿。但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这感觉肉没有那么多呀，尝一口。你看这边红色的，证明它是用奥尔良腌料腌的，就是又酥又嫩，外壳很酥，里头鸡肉还是很嫩的，汁水还很足，吃起来真的挺香的。而且感觉肉还是真是挺多的，嗯，这香味还真的挺好。就我们去吃美式炸鸡，也吃过这么多家了，也有很多家有这个炸的鸡架，但是我们之前吃的大部分美式炸鸡的鸡架子是焦香，就是它炸的很干，然后或者说它炸的相对来说干一些，然后就是裹着这种面糊，然后吃起来是那种焦香的味儿。但是精美他们家炸鸡架子吃起来是酥香。就吃起来是酥酥的那个感觉，而且香味也很足。我觉得这炸鸡架子算是比较有特色的，也确实好吃，就是有点贵啊，8块钱半个。精美炸鸡的炸鸡排看着很大，其实只是因为我躲得远，它没有那么大。这玩意没对上，对上了。哎，
好嘛，这就开始无形铁口了，这是啊。他们家这鸡排闻起来就是美式炸鸡的那个味道，加上一点点葱香味，闻起来还挺香的。哇，好嫩啊！就是精美炸鸡的鸡排味道也不错，它是嫩的，它不像其他家那个炸鸡排炸出来是面的，然后就鸡肉很死很硬，它这个很嫩，吃起来鸡肉还是汁水很多，而且炸的也没有那么老，而且你看它里头其实很嫩，还有汁水，这个就感觉像我们在外边吃铁板烧里头烧的那个鸡柳一样，整个鸡肉的纤维还在，对吧？还是一丝一丝的，所以吃起来很嫩，然后味道也不错。今天就吃了，总评一下，今天我们来的是精美炸鸡，然后一共点了四样：炸鸡腿、炸鸡翅、炸鸡排跟炸鸡架子。我觉得其实它的炸鸡腿的味道，基本上就等于香蒙炸鸡，跟香蒙炸鸡几乎是没有区别的。但是他们家的炸鸡翅，就特别是鸡翅中味道很酥很香，这个也很比较好吃。然后炸鸡架子就外壳是那种炸鸡鸡肉的酥脆，并不是那种面壳的酥脆，然后奥尔良烤翅的味儿，吃起来肉也很多，吃起来也很香。炸鸡排我觉得也不错，就是非常嫩，跟一般的那种美式炸鸡店里头卖那种硬硬的炸鸡排完全不一样，吃起来很舒服。虽然没有哪一项很出彩，但是它每一种就是这种食物吧，就是包括每炸鸡的每一个部位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它并不像很多那种炸鸡店似的所有东西都一个味儿，炸鸡翅跟炸鸡腿一个味儿，然后炸鸡排单独一个味儿，它这是每一样我觉得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刚才我们在那等炸鸡架子的时候也看，其实它每一锅都是炸不同的东西，它没有哪一锅是同时炸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是挺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一家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，就是在马连道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探店节目《周一吃鸡》，我是许太阳，咱们下周一见。